大家好，小伙伴们，更新 Windows 11 Moment 4之后，是不是 Windows Copilot 图标经常消失，或者任务栏上根本就不显示 Windows Copilot？ 之前也有小伙伴使用激活工具激活了 Windows Copilot， 但为了更快的访问 Copilot， 其实可以在 Windows 11中创建 Copilot 的桌面快捷方式，或将其添加到桌面右键菜单中。这是对任务栏中现有图标和 Windows 加 C 快捷键的良好补充，之后可以从任务栏中删除 Copilot， 为其他的应用程序腾出更多空间。从视觉上看， Windows Copilot 是一个垂直面板，位于屏幕右侧，用户可以通过单击任务栏上的相应按钮来启动它。如果任务栏空间不足，可以从任务栏中删除 Copilot， 并为其创建一个桌面快捷方式。如何创建 Copilot 的桌面快捷方式？右键单击桌面的任何位置，选择新建快捷方式，在创建快捷方式对话框中，键入或粘贴屏幕上显示的内容，然后单击下一步，输入任意名称。单击完成，关闭快捷方式向导。右键单击刚刚创建的 Windows Copilot 快捷方式，然后选择属性，在 Web 文档选项卡上点击更改图标，选择 Copilot 项目的所需图标。单击应用和确定，现在要启动 Windows Copilot， 可以单击刚刚创建的 Copilot 桌面快捷方式，将 Windows Copilot 添加到鼠标右键菜单，按 Windows 加2键盘快捷键，输入 regedit.exe 一并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导航到屏幕上显示的路径。在左侧右键单击 Shell 项，然后从菜单中选择新建项，为新项的名称输入 Copilot， 然后按 Enter。 右键单击刚刚创建的 Copilot 项，然后从菜单中选择新建字符串值，并设置名称为 MUIVERB， 注意大小写，双击 MUIVERB 编辑字符串，将 MUIVERB 值设置为 Windows Copilot。在此处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值，并输入名称 SCON， 将其数据设置为 Copilot SCO 文件的完整路径。右键单击 Copilot 项，然后选择新建项，将其命名为 Command。 在右侧窗格中双击默认，并将其数据设置为屏幕上显示的内容。现在右键单击桌面，选择显示更多选项，即可看到 Windows Copilot。 为了节省时间，小妹已经创建了两个注册表文件，可以在视频描述区获取，记得给小妹一键三连哦。